是我的家谱，我家有六口人，我的爷爷奶奶，我妈妈妈妈爸爸，我弟弟和我。我爸爸是一位商人，他是四岁，我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她36岁。另外我的爷爷和奶奶是8岁。我爱我的家人，就是以外我还有几个叔叔和5个阿姨，我还有10个堂兄弟。谢谢，我爱我的家人。